打广告，打广告。哎，打广告，打广告。我把那个片买带过去。哎，好，要得，没问题。我不到人去的。哎，我来嘛，你把朋友广告费交起来噻。就像那也是赞助商嘛。过来，后面你就拍个照。这要甩吧。撇手头了，这就是。 这纯特洛已经是。拉的啥子纯特？人家只有一两个造型了都。嗯，还有成两个造型就上不了了。我们其实很好玩，我们拍这个，你发现没有？就是还是挺累的。就是你拿这个来。主要就这么子，明天那个才累，又要烫又要染，要等很长时间，因为烫一次。 先用那个一次烫，然后染色，然后要等。看着要拍到。两三个小时要一次，他起码要整个两三次，就是他八九个小时就搞出来。我觉得我头发就黑色的，挺好看的。对，我如果用浅色的，看着跟蓝的一样。上次他们试过了，拿了个一顶假发，都说我像个蓝的一样。染色光头了吗？好，你这儿来肯定都要搞光头的。我是短，做短发就是蓝的了。 哦，这帅，帅吧？感觉好帅。不是一般的帅，我跟你说。你这是在看手机吗？脑袋一低着，我都不知道。要是扫是镜子里面的。有镜子里面的，我保证有。这帅气了，我也。真的很帅，对吧？前面真的很帅。哦，不是一般的帅。 把前面头发再梳撑一下。好知道。怎么拍得到的，同志？同志，我马上过来，你不要着急。你要去墙这拍，你靠着那边墙吧，我猜。我这边也确实看到了，这个视频哈。 刷剪剪哈，嗯对，这是搞的节目是吧？没搞什么节目，传统技艺，手工剪出来是吧？它这有两根短的比较烦。哪的？ 他那就是他那的意思，就跟短的，就跟都短，晓得不嘛？都达不过了，我都给你梳个两只脑子。老大，你还是再买个三脚架好了，我感觉我好痛苦。你换个脚，老子。我换了脚多，你不要动呀，头。或者你手放开，我没拿一下。你放到外手放开就是比较紧，手放，手放，手放。哎，放到一点就是，基本直接架在这上面都可以拍，应该是。要架到，要架到，要架到。你看，你。 不对，你看到吗？你看到这个就拍就行了。哦，你手电都就是。简单吧？太大了，太大了。好帅啊！小帅哥。一般女的弄男生的话，真的比男生帅，我跟你说。要秀气一点，因为五官要清秀一点。哦。 你清秀，你清秀。长得脸上长得黑疙瘩的，就胡子拉碴的，肤色又黑点子，嘎。合适不？合适，合适。这是。你转过来看我这边。要不要这么帅呀？ 二泉音乐。你打开都是自拍，跟你说的。这个地方呢，再给它剪斜一点。看镜子里面的。抓着把它落这一截了，落出来。是挺帅气的。这首是二泉音乐，听出来没有？对的，你说的很。拉到二胡，你还没听出来？
我知道是二胡。名字就叫二泉映月。这个应该要稍微老点的人晓得这个名字，我们都搞不清楚，也可以啊。他怎么都白头发的？不多啊，他哪里说白头发？很少。白的是有，但是很少，他白头发很少。好像有一根儿，我记得长。很少，他白头发。就这么做。嗯，可以。那配不配的那个那个啥子？郭德纲的新鲜。那个啥子？那位这生活他才是排是猴子排来的救兵嘛那个，推断的嘛哈。啊，推来推点低点了。推点好好多恁们的。你看嘛，反正做得出来，新鲜就 OK 了。现在好脏。他刮光，还全部他刮光了，对不对？他刮光。啊？啊，要刮要刮，刮干净。好要要要。今天回去买一斤金生姜哎，要不到那么多，你不要吓人。就拿一个生姜切片，我们到时候就可以了。嗯。这个新噻，啊，这个新噻，这个新噻，桃子嘛就是哎呀。这个啥子教材？哪个学的？要哦。哎，这是个心儿管，我没想要。我来。我快把心脏给弄出来之后，你再搞就是。嗯。好痛，我真的好痛。无所谓，胆子大就好。闭到眼睛嘛，免得这个头发掉到里头。哦吼，不是我的手机。我们一点都不心痛。不知道弄歪了没有？说不定你老家伙给你看看像真的了。有点。老远看完还是挺真的，我觉得。这个发型我同学剪过。嗯。旅行过。还有中国地图，五星红旗都有。我们还做过菠萝，染了颜色的，而且。比我们比的图形就太小儿科了。我们做的蜘蛛网，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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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那要做好久哦。要做很久。但这些地方是也愿意做噻，只是坚持他们便宜的时候。不尖吗？尖要修嘛。尖修一下就行了，是吧？把墙都一些，接着再给修，是吧？这个简单的很。那陈总，你这个我觉得你玩的复杂的多。这个最简单。难的怎么算了？你莫跟我说最简单的话了，你这个原来是难度是。哪里我就嫌简单？我们啥子蜘蛛网、水波纹、地图、菠萝，啥子都做过，好不好？下一次。而且那个菠萝那个格格做了，还有叶子。下一个做。还得染了颜色。下一个做京剧造型。要京剧造型，片片那种，穿旗片片的，管你的哦。我还是喊那个明天那个九点钟来好化妆，整完也差不多十点钟了又化呀。这个再刮一下。嗯，要刮，不刮没得形状的。哎，反而它没有那么长了，前头短了还好看了，你发现没？好奇怪，不是短了，看短了有短了的效果，比刚刚那个长一点的好看，哥。你们这个时候遮一个定型了，这个头发，哥。所以他更要干。留着几年。老刀子吗？哦，不是，刀片儿。
不要得，你突然给我冒个这个问题算我哪晓得。我把你的水壶吐过一个月没上厕所。我告诉你这是为什么，我站到这儿是一直在流汗，就蒸发了。你没打耳孔啊？以前有，后来好像长了。哎，不是长了没？重新打过了，只有。咋的？耳孔的话。哦，长了，长了。那个是他的毛毛。酸酸。哎。做两个优美一点的动作，就是舞蹈里边什么优美一点的，随便伸展呐、啊，什么都可以。这个成这个当时了，看见没？有舞蹈的动作，就是这样，挺好。哎，很好。哎，挺好。这个适合等会儿光头的时候再做这个动作。等会儿是。在哪去了？你那个？可以了，行了，可以了。你那边吃包子了？你这个小妹妹啊？啊？你那边吃大包子了？你的造型呢？啥门的？是啊，是我的造型，是我的。手艺嘛，手艺。耶，二老板。